佛说施食或五福报经，文如是。一时佛在舍卫国奇树几孤独园，佛告诸比丘，当知食以节度，受而不损。佛言，人持饭食施人，有五福德，令人得道。智者消习，意度宏阔，则获五福。何等为五？一曰施命，二曰施舍，三曰施利，四曰施安，五曰施变。何谓施命？人不得食，颜色憔悴，不可显示，不过七日，安无寿终。是故智者，则为施食，其施食者，则为施命，其施命者，世世长寿，升天世间。寿命延长而不夭伤，自然福报，财富无量，是为施命。何谓施舍？人不得食时，颜色憔悴，不可显示，是故智者则为施食，其施食者则为施舍，其施舍者世世端正，升天世间，莲花为也，人见欢喜，七手作礼，是为施舍。何谓施利？人不得食食，身盈意弱，所作不能，是故智者则为施食，其施食者则为施利，其施利者世世多利，升天人间，利无等双，出入禁止，利不耗减，是为施利。何谓施安？人不得食时，心愁身危，坐起不定，不能自安，是故智者则为施食，其施食者则为施安，其施安者世世安稳，升天人间，不遇众殃，其所到处常遇贤良，财富无量，不重腰伤，是为施安。何谓施变？人不得食时，身盈意弱，口不能言，是故智者则为施食，其施食者则为施变，其施变者世世聪明，口说流利，无所自爱，会变通达，升天世间，闻者欢喜，米不起手，听才法言，是为五福施食之报。佛言，若足信子足信女，若发道义，施一切饮食衣被，在所深处见现在佛，自受三法，是义三解脱，至十种力，三十二相，八十种好，尽止十方，犹如日出，恢恢有光，遍照十方，教化一切。波尼还后，经法续现，奉之得度，与佛无二。佛说事实，天龙鬼神，世间人民，地主大臣，事辈弟子，米不欢喜，为佛作礼。佛说施食或五福报经。